斯蕊范公主在王室的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，展现出非凡的影响力，似乎正朝着成功上位的方向迈进。她以自身的智慧和魅力赢得了不少关注与支持。若未来真能成为摄政王姐，那她将肩负起更为重大的责任与使命。她需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保持清醒，运用智慧平衡各方利益。其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将为她的未来之路增添色彩，人们也对她充满期待，期待她在新的角色中书写辉煌篇章，为王室和国家带来新的气象。